看着看着也发现大家好，我是直播主黑，今天又到了非常欢乐的时刻，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我最近正在玩的游戏《御神师》。故事是这样子的，正所谓天上一天，人间十年，传说天界出了一个傻逼，整天拿着一个可以呼仙唤神的傻镜子，然后就当上了天帝。有一天，一般妖魔与神仙看不惯天帝的傻样，聚在一起要抢天帝的宝镜。我的妈呀，神仙们就这样开始打起群架来了。总之，一个神仙打架的故事也就这样子开始了。这个游戏集结了中国神话里庞大的角色群，满满的专业声优加持，大量的萌妹子，让我们这些老司机们可以边玩换装边开车，最后还加上神仙打架，你说潮不潮？好吧，介绍就先说到这。网友说的好，爆雷一时爽，全家火葬场。再说下去剧情就被我剧透光了，留着给你们自己慢慢玩去。我还是来说说这游戏具体怎么进行的吧。先给大家带来一些角色玩法的攻略，让你们可以在游戏开始后快速成为高手。首先我们来讲讲龙女这个角色吧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我这个人很简单，只要有妹子其他什么的都不重要了，所以我抽到龙女姐姐后自然就成为我的第一号打手了。先来看一下她的背景故事吧。我们的龙女姐姐在游戏中的原型是龙王之女，年轻貌美，掌管龙珠宝藏，头顶龙角，身穿白衣，长剑随身伴仙气。最最最最重要的是，他还有傲人的三维模特的身高，如此曼妙的身姿搭上娇滴滴的声音，我说啊，想让人想不喜欢他都很难呐。至于他的兴趣是什么呢？就是专门在海底制造冲出水面的喷泉。喷泉，对，你没看错，就是喷泉。这可是操作龙女这角色非常非常重要的环节啊！你可别以为我在说笑啊！喷泉还能够喷得到处都是雷道炮，这么奇葩又强大的角色，绝对值得你去抽一支，摆着赏心悦目，上战场还能杀敌无数，还等什么？抽起来！好了，让我们言归正传。其实呢，这个游戏本身还挺吃操作技术的。我们可以看到画面左边，你随便滑动就能够操作角色；右边是技能释放的按钮，每招都有自己的 CD 时间。技能释放的时机对龙女来说是非常的重要，用得好，不管是推图还是 PVP 都可以把敌人打得不要不要。另外别忘了看准时机使用一回合一次的大招哦，特写动画炸爽无比，大招语音更是气势十足，彻底的征服我们这些二次元仔仔的中二心情啊。龙女姐姐呢基本上是属于远程距离的攻击手，我自己是把她定位成肥皂泡女王，说白了肥皂泡根本才是龙女的真身啊。我们先来看看龙女的基本技能吧。首先呢是主动技，一共有五招，从头到尾给你满满的泡泡，踏浪追击，前冲突进对敌人造成最多六次的伤害，并且造成击退，游龙戏水，原地旋转做出三个会慢速移动的肥皂泡，肥皂泡带减速效果，并且可以造成伤害。覆海漩涡，原地产生漩涡，并向后翻滚，把敌人还有肥皂泡通通拉进来，还可以造成伤害，并带控制效果。境界技，用。